经过一段时间的更改，由2014年到目前为止，现在这个工具也接近完善了，现在只剩下一样东西叫做时间价值还没纳入进去。纳入进去的话，这个工具完善了，然后我就可以拿出来卖。啊，这个我相信我之前也有分享过，没有记错好像是 Put Warren 还有西交岛，很久之前好像是在 MYG 还没有上升的时候，但是 CH 的时候一段时间我有分享怎样啊。目前还有跟纳入了蛮多东西啊，比如说这个 A 的 Alphabet A 的 C D F G H M B S D V W，总之这些有这些数字在的股子，现在我已经把它的那个方程式改成，只要这里改变一下，它这里也会显示出来。好了，然后为了验证它厉害之处是，我就先按它 refresh， 这个为了它更快的开车是，我就把它用成手动的啦，就是要 manual refresh， 不然的话帮你开机的时候，只是你开观察的时候，每15分钟或是半个小时的时候会 hang 一下，如果你电脑不厉害的话会 hang 到更厉害，还有当你这个 data 越多的时候还会更加 hang， 这里才24 6 8 10 12 12个 data 罢了。你看已经是 1.89 AH， 刚才是 1.91 的对吗，然后现在已经变成 1.89。 好，如果换另外一个股，比如说蛮红的股票，好像 Top Growth 顶级 5.33， 好，你看这里我也是可以换去 Top Growth， 有 C 我都忘记多少了， 12应该是没有，为了更快的看到的话，我就拿这里 Top Growth 在哪里哦。 OK，Growth 在这边哦，还没有到这样快，才到 C4 罢了。好，回去刚才那边我就放 C4 0.06。 当然这里一定要放跟着它的母股，比如说这里是顶级，是你当然是顶级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这里 underlying 是这个是跟着这里的价格的，不然的话你 换另外一个也是可以，比如说你看 AHC28，那么这里放，当你打完那些情报进去这里的时候，这里就会不正确，这些全部都没有显示它真实的那个价值，所以这里这个只是一个 template， 以后如果要做的话是先回去先拿 Top Growth C2 好了。好，以后如果要更新一个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move or copy， 然后 create a copy， 不然它会不见掉这个，然后我再放去这 CW OK， 然后我这里我就可以 rename 换去我要的东西了。当然这里我已经是有了，比如说我要welcome 还没有，还有什么有的呢，跟定我也是放更新了，港务那也是有的， WCD 这些建筑股全部是有了，还有什么有拼单这个我就不清楚，要去检查一下，然后再做根据这些填字下去。 OK， 先这个只是一个显示罢了，没有问题的。然后这里是 for 这个 C 代表是 for call warren 的， PW 的也是是另外一个是 for put warren 的，这里最大分别就是它的 intrinsic value 还有它的那个 expected underlying 的时候，这两个是不同，其他方程式全部是一样的。然后 number of day 就是还剩下多少天它会过期啊。 OK， 你可以看一下我放感冒到的就这么多。 OK， 然后这些就是这个 expired day exercise price conversion ratio unit OK， 全部都是用处的，然后这两个是拿来做以后的那种参考，然后这 issue broker 是给我们知道是哪一个发行商的，然后 reference website 是 profile of foreign， 当然这个公司的凭单它会有一点不同的，等一下先等它 launch。 好，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profile of security of PLC， 这个就是公司平等的数据。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如果是那种你股那种投资行发行的，比如说 Macquarie Security Capital Securities， OK， 我们就拿这样，这些就是我放的连接下去。当然这个连接是为了我们方便啊，方便一下我们可以做它的那种参考，就是比如说这种数据是哪里来的，有没有更改一下。好，这个就是它的强项。现在你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工具已经发展成这个程度了，那么接下来我只相信会越来越好。然后此边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更新一下有之前的工具，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也是不错了。嗯，是今天我就到此为止好了。